今天来了不只是您一位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嘉宾。我来问一下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然后他又来了。好了，这个声音都。他是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这种声音。哦，我们是经过处理的了。嗯。您好。好，大家好。哎，真客气，这回说啥？这男的，男的吗？我最爱就是你，我认识你不到14个月，梦想他认识你14年。我心里有一点难过，可是呢，我是最爱你的人，你信吗？我要是我要听懂了，我是那个说的什么呀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刚才那是唱歌，最爱你的人是我，唱歌呢，唱歌呢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说什么？哎，我以为电着了呢。我也爱你。说话就说话，后边东西别乱摸呀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就让我难过啊。你别让他难过，是吧？好好好。你猜猜他是谁？但还什么都没讲。就是啊，您先猜男的女的吧。啊，最爱你的人，最爱我的人，对呀、啊，对，是有理由的，因为最爱你，所以我最恨你，常常打你，常常骂你，常常打你，常常骂你，嗯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都会哭了。不知道是谁就要出来，我不会舍得让你哭，因为我怕你等下又叫你儿子来打我。怎么这么乱呢？你们这里头。你又叫你儿子或者是你身边的白发魔女过来打我。你这么说你肯定知道。知道了、哦、是红姐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什么？我还真是好厉害哟、哦、一定要的。欢迎红姐。被挨打再猜不到我都会打他。他会武功的。抱一个吧。欢迎红姐，把他抱起来，闲着闲着，哎呦，亲一下，老有这个是吧？快坐啊！想我这个吗？哎，真好，快去拿水去。上次就在这个台上，我们大伙儿依次的翻跟头来着。哦，是吧？对，就是翻跟头啊，最厉害就是他。感谢你，亲爱的。走了一响呗。我太快走出来了。这个红姐是一个武林中人啊，所以说行侠仗义啊，我雕的威亚都跑出来了。你不用雕威亚，你直接跳出来了。这个看得出来啊，跟心如关系特别的好。认识多少年了？不多，其实就14个月嘛。我刚说他14年，我是14个月。我认识他是刚好是我生日前，对，他生日当天。差不多，因为我们就拍《青春王妃》的时候，然后红姐比较晚一点到，对，然后她生日当天我开第一天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送了我心里面带的一个糖，对，送糖果给我，今天也送了糖给你，对，每次见她，我都希望她心里面甜甜的，谢谢。那个一起拍戏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？给我们讲一讲。其实挺好的，因为她说都有回家的感觉，其实我刚想。叫我说不是，不想回家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拍真的，我们拍的时候拍了2个多月，其实到拍完要回家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心里面很难过，因为我们大家感情都非常好，我们都住在一起嘛，然后呢都是开 party， 每天都是收工回去，在我房间打火锅，吃饭煮菜，然后严欢那边也是煮菜，都在房间里面煮菜，然后呢就来一个大锅，对，而且因为红姐对我们特别好，她都会煲汤，然后我叫她煮了很多美容汤，对，吃饭为主，拍戏为辅。不是，因为呢，戏要拍，主要是吃饭。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电视剧出来的时候，会有很火的那个感觉，因为我们剧组里面其实都像一个大家庭。对，剧组是很有爱的一个剧组。那刚才有一句话没听明白，您在那个大屏后面讲说这个，天天得打他，得骂他。对呀。这才是表达爱的方法。我告诉你，打是情嘛。他有一天拍绣花鞋的时候呢，因为那时候泡那个水很脏，然后他突然之间有一天他说了，红姐，以后我再有机会跟你拍戏能不能好过一点？我心想，对，因为拍《青春王妃》有我有他，必须给我打，他要我叫人去打他。那在绣花鞋呢，每次都是
要不就下雨，要不就骂他，要不就泡水。对，泡的那个水还是很脏的水啊，进猪笼都是因为遇到红姐啊，进猪笼，好惨啊！所以我爱他，所以才虐待他，不打不成交。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聊得很开心，可见不是。